大家好，我是美妆阿姨，今天又要出去玩了。天冷就要去泡汤，今天准备要挑战一间很高级的温泉饭店，然后在乌来，就让我们看看里面有多豪华。一起出发吧 ，Go！ 富兰朵乌来有提供接驳车，泡汤的时候也可以预约。一出来就可以看到星巴克旁边的接驳车。饭店的外观真的非常的低调，富兰朵乌来。著名元素，可以看到那传统的石板风格的墙面。准备来放松一下的景观汤屋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泡汤，所以它空间就比较小，有规划一个休息区，还有一个梳妆的空间、淋浴空间，还有泡汤的区域，紧邻着宝蓝色的男士洗盘。虽然空间没有很大，不过还是蛮有放松的气氛，因为它在源头啊，所以水电还蛮充沛的。开心的泡汤时间，乌来温泉啊是碳酸氢钠泉，就是无色无味，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透明的，泡起来会有一点点滑滑的感觉，很舒服的。一开始啊，可以先放松一下，然后坐在这边，然后服务人员坐在旁边跟你办check in。他一开始会先上迎宾茶，夜床服务的精油可以选择。富兰朵乌来啊，包含一博多食，一来会先来就是下午茶。要有抹茶，还有山楂洛神可以选，点心小小的，反正蛮精致的。来就要好好的放空啊，吃美食，看美景。静谧气氛的客房长廊，这次入住的是301号房，房间是采环绕一圈的设计。一开始会先来到卧房，虽然是一大床，可是你发现它的床其实蛮大的，是 king size， 旁边很有度假风的纱帘，很有南洋的风味。卧房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起居室，有沙发。办公的桌椅，是住的是山水套房，所以它的别的地方去看就是外面的，哇，梦幻的 Tiffany 蓝男士洗盘，迎宾水果还有小点心 ，mini bar 是可以免费享用，知名的法国矿泉水，怕你肚子饿的小点心，电视里有很多电影可以看。来到这个房间最大特点的浴室，因为这个房间它在边间，所以它的泡汤时的景特别好。你看是两面环景窗，边泡汤可以欣赏梦幻蓝。乌来温泉温度大约是40多度，直接泡的话可能会有点烫，所以如果你想泡原汤的话，可以先放水，然后让它降温一点再来泡起来。身心舒畅。来他2楼的失去的餐厅用餐，景观也很不错。有孔包还蛮大的。鲍鱼，它搭配的是有个和风酱汁，然后又味道不会那么重，可以适时的提味，还蛮清爽。日本手工梅子的面，一份虽然小小的，不过摆盘很美哦。福山鳟鱼，底下衬着山药。接下来换汤品，主餐猪腩排，不但厚而且很大块，可以享受大口吃肉的快感，来享用一下。还是采中式的料理方式，所以肉很软嫩，调味其实不会很重，还是可以注意到猪的原味。
最后是甜点，水果还有饮料。甜点是中式的白木耳红枣汤。晚餐在他的西式餐厅。很鲜嫩，鲑鱼卵啊，在嘴巴里会爆汁的感觉。另外一道是烤鹌鹑，配的是咸蛋黄酱。这道是蔬食小洋芋，洋芋上面有豪华的黑松露和汤底，浓汤里面有奶油炒过的蟹肉，中间有一个海鲜的干贝前菜，干贝上面有豪华的鱼子酱，搭配的是青柠奶油酱。会有点像增加一些鲜味，浓郁的味道，青柠酱啊不会很重，就增加一点点微酸的口感，刚好把干贝的鲜味又逼出来。主菜上桌的就是深海鱼石斑，我点的是澳洲和牛，有可能到经过牛排的香味，看起来粉嫩粉嫩，肉很嫩，煎过外面有点酥酥的口感，每一口都有鲜美的肉汁。最后是甜点和热茶，今天的甜点是椰奶慕斯，还有送生日蛋糕。希望大家都平安喜乐，圣诞快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富兰朵屋来夜床服务，床外帮你拉上帘子，旁边都有让你加上超有气氛的蜡烛，床上啊，还有超可爱的小熊熊。你生日有惊喜哦 ，Happy Birthday！ 来富兰朵屋来啊，不用担心会肚子饿，因为你看晚上哦还有宵夜，晚上10点到12点都有宵夜可以点，今天的宵夜是料满满的牛肉。愉快的时间果真是过得特别的快，它的早餐也是采套餐的形式，第一道上的是温沙拉，还有水果，然后蓝莓优格，现在还有精致的中式早餐，是米饭，然后配很多的小菜，还有温暖的红汤。